最后两天的春节连假，台东各观光景点还是有很多的民众前往。以往都是陆客涌入的水往上流，这次来了很多台湾客。这是我们台湾客啦，嗯，啊，来这边的话说，希望都大家到外山上雾到这都比较挤，没有用啊，有车子就会让你停啦。哦，我从新竹竹东要来看什么？水往上流，水往上流，哎，看你看完之后觉得怎么样？很奇怪啊，很奇怪啊，很奇怪，很稀奇。第一次来这边吗？对。是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好玩。还是很稀奇啊？没有。没有很稀奇啊，水往上流哎。对啊。这个就是一个。反正物理而已，反正你是站在坡度比较陡的，去看坡度比较不陡的，缓比较缓的，其实会让你一个视觉上的误差。从哪边来？台中。台中啊。对。I can be a freak.这群来自新竹的哈雷重机车队，最喜欢驰骋在台东的好山好水，利用春节的连假环岛，特别在水往上流稍作休息之后，下一站还要到东河吃包子呢。我都骑哈雷了，都骑哈雷了。对对对。OK， 啊，台东是刚刚带回来往哪边出发？我往花莲。要去花莲啊？对。哦，啊，台东是刚到吗？对，我们刚到，我们要去东河吃包子。哎，要去东河吃包子。对对对。Every day of every week。 虽然春节就剩最后的两天了，民众还是把握最后两天的春节连假，走访台东的观光景点，好好游览台湾最美的后山。东台新闻陈进雄采访报道。